哎，给点反应好不好？你们给点反应好不好？我觉得很棒，很棒。社会姐最棒。我跟你讲，资历深的不应该穿里面红这件红色的。那要穿什么？别穿外面的这件。脱掉，脱掉，脱掉，脱掉！快点，快点！都会，都会。穿这边放内裤哦。对，这样等等才会相信。项链怎么讲？来，宝格丽，宝格丽，他的号码，好赞啊！他的号码，真的，我的号码，你的号码82，好赞啊！真的，哇，82，可爱，还有戒指，我自己都有买。And 再一个那个 heart 项链 ，heart。项链后面再这个什么也是项链内卡，然后这个盒子可以给你装后面再全部的装饰品，好赞哦 ！You happy birthday， 谢谢 ！You happy birthday，You happy birthday， 谢谢你，是not good sorry， 我也，你也not good， 我也难 ，No you very 厉害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要送给弟弟，弟弟你们。这个是哎，就是内裤，内裤，弟弟。哦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香氛片，就为什么 Linda 香氛片那个可以放在车上，哇 ，very 香，哇，Linda 香 ，Linda 香 ，Linda 香。我真的林大想，林大想，然后这个就是给他装所有的他的装饰品，就是可能戒指、耳环啊什么的。这个很棒，谢谢。多么多，一整个，然后下面还可以放下面。哇哦，化妆包了啦！对，一整个有化妆包了啦。For you， 谢谢林大 ，Happy birthday， 谢谢。真的很可爱，而且特制他的那个号码，真的很可爱。项链，好紧张哦，紧张死了。因为他很开心啊，对，很用心。状况啊，很紧张，我很紧张啊。麦当劳，而且还跟别人，因为不会沟通，如果会沟通的话，有反应在，好险。对对，但是心意到，因为不会沟通，用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。可爱啊！对，接下来就是要去球场欢送蓝爸爸了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毕竟我们也是10年了。对，我们从哎，你11年知道这个消息，我才是觉得，天哪 ，QQ， 天哪，我的姐姐，我的爸爸，姐姐爸爸了。但没关系，我祝福他们有更美好的未来。好的，对呀，那我们去球场啦。今天是姐姐跟蓝爸爸的欢送会，对，还有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老学姐了，我怕我等一下会哭哎，就是看他们是开球仪式，对，然后算是欢送仪式，会不会哭爆啊？对啊，毕竟也10年了，真的。就是、啊，你13年，就是应该说，可是从他们都要叫我学姐，对，你是大学姐，就是从他们进来到现在就也10年，就是当了同事10年的那种感觉，突然就到去。但是 OK 啦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。对，哎，我们这里最老还是遇得到最老的，竟然是我们两个哎。现在这个房间里，对啊，妈，石原呐，那么菜，对，宋宋也很菜，对，凯姐算是菜啊，凯姐现在是学妹，很扯哎。凯姐，对啊，石原某方面来说是学妹，石原应该是无感吧，因为他们进来的时候好像就是姐姐跟爸爸。应该都算是在拉米狗时期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工程啊！今天就是最后的合照了，你干嘛脱裤子？我裙子，我刚刚跟你肩少个吗？哦，哇，哎，你手掌大力耶！我断掌，断掌哦，我看，不是啊，我裤子脱一半，你这断掌哎，对啊，你好扯哦，断掌是怎样？是合起来是一条线吗？哎，你真的断掌哎，你看，你环绕式断掌哎，请问团长为什么会大爆汗？我还没开始我就已经长这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练澳门的舞啊！天哪，太认真了吧！要跟那个陶乃木尬过去啊！对啊，
对啊，给他蹦迪蹦蹦十个啊，到时候一定会蹦啊，给他蹦蹦十个，看他怎么样啊。大爆汗呢、欸？大爆汗，很难得看到我大爆汗。我跟你讲，为了澳门、欸，而且我们今天要欢送会、欸，你也是老学姐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感想怎么样？就是当然会舍不得啊，但是也是祝福啦、啊，真的。那爸爸，不然祝他一个。不敢，有不知福哦有。哇，人家的验收啊，你这边你验收过了 ？Oh my god， 你过了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林丹竟然验收过了！赞哦，不愧是学姐哦，学姐有什么感想？我爱你姐姐，我爱你爸爸，我爱你伟君，我都爱。这个，林丹交给我的任务。为什么要拍是不是？他说，那我跟他拍照吗？没有，他我们不要了。他不要内裤，他在录影。他说是没有，因为他在换衣服。好吗？你这边都扫掉一下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主人。发下去一下哦。主人，这是我的主人。主人，好可怕哦！再见。我们看一下最适合的十元，完全无违和感。萌眼 Q。现场，哎呦，好可爱哦。哎，你也可以来，我看一下。最三八的秀慧姐。妹 Q。哎呀！太好想吐啊！蛮可爱的啊，蛮可爱的啊！我觉得很棒耶！你先给你自己一巴掌，快点！不要不要！不要吸我！大力一点，一巴掌！哎，女仆装其实蛮可爱的。来，我们来看正版的，来，正版的是谁？盗版的是谁？哎，看看，哎呀，好可爱。资历比较深的，资历比较深的。哎、欸，我头发放下来了。看一下三十岁以上的，资历比较深的是谁？三十岁以上，妹。哎、欸，给点反应好不好？你们给点反应。我觉得很棒，很棒。秀慧姐最棒。我跟你讲，资历深的不应该穿里面红这件红色的。那要穿什么？别穿外面的这件。脱掉。快点。多会。笑什么啦？干嘛自己弄自己笑？喵喵，想叫啾啾啊！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举身成为家。很难聊哎。中场跳完了，跳完好羞耻哦。女仆装真的是很可爱，真的笑死哎。对啊，好适合你们。啊，你要塞多久呢？你要不要快点接下一趴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哎，恭喜你耶！那个要对啊，要那个啊，获得那个一个内裤啊，你在给我吃路啊？对啊，啊，这个香氛片你可以不用穿起来了哦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现在穿好一个仪式感。对啊，哎，香氛片你可以放在那个车上或者是衣柜里。爸爸，我们想你耶！你看，这里都老学姐们了。哎，没有哎，我没有。哎，是哎，我菜的，他们才老。可是你三十几耶，你给闭嘴。对啊，哎，我们很想你，怎么办啦？你赶快哭好不好？你握个手啦，握个手啦，可以吧？握手可以吧？哎，吃豆腐还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哎，那我们，对啊，高雄见啊。高雄见。整瓶都过来。整瓶，可以吗？啊，你有看到姐姐吗？你有看到姐姐吗？你在哪？对啊，她走了，没送到内裤哎，失望哎。哎，再给我支路啊！左边啊，左边，注意把后面。等等等等等，你要 Q 一下。等，Q 一下，我们喘息一下。五六七八，等，爸爸咯祝你一切顺顺利利哦，想念你哦，加油哦，健康哦，再见咯，平安喜乐哦，内裤要穿哦，穿都不要放内裤哦，像真正小
这样大家才会相信。最后掰得很敷衍，然后我们而且你再掰一次，你再掰一次。平安哦，健康哦，平安喜乐，平安喜乐，平安喜乐。看一下可怕的妆容，大炸和G哥真的是，G哥真的整我们呢，手举不起来了，太久了，超久了，太久，久到我的手都不是我的手。我也是。天哪！但是今天赢了啦，爽啦！祝大家天天快乐，祝福乐天总冠军。今天又很热。爸爸跟姐姐还有王伟君，祝福你们。大家拜拜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观众大家好，帮乐天加油之余，也帮台钢加油，谢谢。